你讲吗？要啊，自己定的。他进来干嘛？他。Thank you.
一下。好，你可以站这边。开始直播。已经开始。然后可以看得出来，它这款的这次的设计做非常的漂亮，它是有玻璃镜面设计的哦。然后白色这次的话呢，它是有点做贝壳的那种光泽质感，所以在任何的光线下，它呈现出来颜色都不太一样。所以拿起来的话，它是跟以往别款手机有很大不一样的特色，也是别款手机没有推出来的质感跟颜色。那它这次的话是做 5.7 寸的大萤幕，然后有搭载 2.05 寸的小双镜头，双萤幕，不好意思，双萤幕的部分。那如果说你有亲友好朋友啊，或是家人通知的话，那它的话会随时跳出来，然后是它这次还蛮贴心的设计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先帮大家就是大家看一下它这次所有搭配的配件有哪些。其实里面盒装呢，附有的一个是透明的手机背盖。那如果说你想要看起来简单一点，然后也不想保持出来原有的颜色，那你可以就直接套上他们送的那个手机壳，这样子其实就很好看。好，它有点难找，帮大家看一下。这是送的手机壳，那其实装起来的话就跟原本的质感是差不多的这样子。然后还有这是呢，它有附赠的配件，像是有一颗充电器，然后充电线，然后它这次是做 Type C 的充电线， Type C 的。然后这次呢，把它的耳机孔也改成是 Type C 的设计，这样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然后它的耳机，然后它的这次耳机呢，跟之前一样是做 HiRes 的音质的耳机。然后这款耳机是有做过音质的认证，所以基本上它的音质是非常好的。所以你边看影片，用它的大屏幕看影片，跟边使用这个耳机看影片或听歌的话，都很有临场感。而且我自己实际有听过它耳机，是音质真的非常好，所以大家可以实际体验看看。然后它这次是做821高通的处理器，然后它的话主像素的话，它是做1200万画素，1.8大光圈，然后玻璃镜头，然后它的自拍镜头呢，它是做1600万画素，
那他这次呢有瞬间他的自拍镜头有瞬间美颜效果，还有自动自拍的效果，所以如果针对喜欢自拍的人呢，其实他的这些功能其实都是很方便的。然后我现在呢带大家实际的操作一下他的手机，那让大家看一下，我先帮大家开机。好，然后在开机等待过程中呢，然后再帮大家介绍一下它比较特别的功能。看，帮我看一下。然后因为它这一次呢，它有做四个全方位的麦克风。那如果说你在录影啊或录音的过程中，那它其实可以录下360度的声音，然后创造一种仿佛身临其境，然后会有一种真实感十足的音效。就它这次其实它音质化的音效都做得非常的棒，所以有喜欢它的朋友，其实你也可以实际在现场操作看看。好，然后我带大家介绍帮您操作一下它的实际的操作。它的相机大家应该是最想看的。然后好，这是自拍，那我先转过去实际主相机的部分。可以调整它的。好。然后我带大家看一下自拍的效果。瞬间美颜的效果是真的很厉害，我实际帮大家自拍一张试试看。好，这是我刚刚自拍的，它有瞬间美颜的效果，而且我脸上原本不是这么的有光，因为它的瞬间美颜的效果，所以让我整个脸看起来都非常的美颜，应该也变得更好看了一点。好，然后因为它的功能是非常多，而且它这次搭载都是非常好的处理器跟相机镜头还有画质的部分。那如果说有朋友想来体验这款手机的话呢，我们现场有实机可以让大家做体验跟操作哦。然后如果有想要搭配续约方案或是买通机的朋友，可以到现场来。然后我们门市呢是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南洋街1-3号。那如果说你想坐捷运或是开车骑车来都是非常方便的。那坐捷运的话，我自己本身是都会从8号出口出来，然后走路的话大概5分钟就到了。嗯，所以如果有想体验的朋友，可以直接在台北南洋门市来现场做操作跟体验哦。然后在看现场的朋友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问或发问的，然后现场可以帮你做解答哦。有网友想要看这枚十连，还可以帮我们示范一下。观众的需求，所以我就来十连拍。十连拍是吗？好，虽然我不太会自拍，但是我还是就是三连拍可以吗？五连拍，好。的效果是非常的厉害，我自己都吓一跳了。这是我刚刚拍照的5个自拍效果，就瞬间啊，这个有点失败。这个刚刚我手晃到了，太紧张了，晃到了。不过你看我自拍的效果是非常棒，因为它的整个美颜效果，还有让我整个脸变非常的亮，所以不会拍。它的自拍效果不会输给一般的自拍神机哦，所以等于买了这支手机，它可以搭配非常多好用实用的功能。OK。有人说可以介绍正妹本人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。我自我介绍吗？对。好，然后我在台北，我现在目前就职还在念书，是学生，然后我在台北南洋门市工作，然后如果大家有想要买手机或是买
三 C 产品的话呢，就是都欢迎来门市，然后找我，可以为大家服务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什么名字吗？启威。启威。可以帮我们示范一下耳机？耳机的效果。耳机的效果。好，没问题。因为它耳机是真的就是做得很厉害，所以我帮大家测试一下。解析度非常漂亮，好，我想让大家看它更清楚的荧幕画质。朋友呢 ，UArcho 绝对是你最大的选择，已经是最好的选择。然后我是台北神脑
我是台北南洋门市的齐文。然后如果说你之后有想要就是体验或操作这款手机的话，然后都非常欢迎来门市找我。然后我们门市呢是位于台北北车附近的门市，然后地址是台北市南洋街113号，然后坐捷运或是骑车坐公车来都非常方便哦。然后就拜拜。